个蜂蜜，我的天哪！大家说你像孔刘啊？孔刘我是不认识啊。酒量不好，你看我脸应该，我现在的脸应该是红的，我觉得。刚刚那样子 shake 的感觉怎么样？ shake 感觉就很像在举哑铃的感觉。平常有这样 shake 的习惯吗？没有哎，这是都是第一次。我还是向往，就是说自己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。那真有条件。真有条件啊。这个条件就是声音好听、孝顺，然后就是跟自己聊得来，然后好相处，对，我觉得很重要。